好好吃。你在看戏耶？嗯，好哭，我好像看戏在嘴巴了。又是中秋凉月时，当空圆月照花枝，落香扑鼻谁能烤？一探端倪一展媚。欢迎来到小珍奶频道。看我这身的穿着打扮，想必大家应该还不知道我要干嘛吧。今天是我们中秋节中秋月圆周，邀请我们烧肉界能称最会烤的女人，漂亮宝贝星辰。哇，这是什么？烧肉界 number one 的女神啊。在那个很有名的烧肉店有当过店长，对不对？没错。大家最知名、最知名知道烧肉店是干杯烧肉。哦，对，干杯烧肉。对，干杯烧肉。然后之前我在老干杯那也是副店什么的，然后很多客人都指名的说，我就是要给他烤。今天就跟星辰说，我要来找你烤肉给我吃，而且一定要穿比基尼。比基尼烤肉，星辰今天来要教我烤出100分的肉，让我们开下去喽！耶、yeah ！一道生活。Yeah，火种嘞啊，没有买火种嘞。像这样子的火就是烧起来就可以了。哇，手握放在上面这样，大概差不多这样的距离，觉得很烫，这样的温度就是可以。这样，如果你这样放的时候，你手没有太多的感觉的时候，就代表那个火还不够，对，就还要再继续生火。经常我今天就是准备了这个澳洲牛肩。哇，是牛肉。你在烤的时候，第一面你先摊开来。然后第一面让它有点出现好像油花那种感觉，水水的，再来翻就好，其实翻一次就好了，不用一直翻来翻去，因为其实肉片你一直翻来翻去的时候，那个水分就流失掉了，所以你吃起来肉就会相对会比较干，所以其实就翻一次就不要再动了，这样。对，就是等它上面出现那个水嫩水嫩那种血水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再翻就可以。再翻。有没有看到那个血上面有血水出来了？有。对对对，这样子就是那种肉汁就出来。哦。那其实你在外面烤肉的时候，大概差不多这样子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翻面了。翻过去之后才是决定几分熟。如果你翻过去的时候一下下夹起来，就大概差不多就是可能5分之内。5分。对，然后再烤久一点就7分什么。那因为牛肉不用烤太久，其实这样其实就可以夹起来了。哦，好哦。对，但是因为刚烤肉酱还没沾，直接这样刷。对，就直接。刷过去，对，刷过去，然后再刷过去，在这里再刷一下，再刷一面，这样子烤肉酱的。因为这一块其实刚刚已经好，不能太久了，要不然它会老掉。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在试吃一下我们台湾 number one 第一烤肉师的手艺如何。但因为这个肉很薄，所以可能吃起来会比较没有像外面那种烧肉店那种嫩的感觉。哇，还是很嫩啊。好吃啊，这节烤的肉特别好吃啊，很专业耶。这样子你就可以摊开了。我刚刚一看到星辰在烤那个手势，真的就是不是盖的，这是真来烤的哦。耶、yeah ！如何？好吃，出塞了吗？可以，对不对？欸，原来烤肉啊，竟然有这么多的美角哎。对啊，还有很多美美嘎嘎。嫩。那我们来烤甜不辣了。那其实甜不辣我比较建议就是火在很旺的时候千万不要烤它，你可以放越后面的时候烤它，因为很多人一看到就食物一上来疯狂烤盘送，但其实是说它还是有一个烤肉的顺序哦，所以先烤完肉最后再烤这个比较好。对，或者是中间再烤会比较好。那我要放哦，不然它就会很容易就焦掉。好，什么时候要翻它呢？它就是要一直翻，就是比较常去翻动它。你看它是就开始有一点颜色，有没有？对，对，因为你刚刚从哪边先放，你就要先从外面先翻，因为那边一定是烤最久。对，如果你最后再去翻它的话，它就会黑掉咯。有，它就开始上了颜色了，有没有？上色了，对对对，有一种这种金黄色的感觉。其实甜不辣有一点点金黄色啊，其实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是你们烤那种圆的，你看它有点蓬蓬的，其实就是差不多蓬蓬的，对，它就这样子鼓鼓的这样。对，
这种就是不会腻的。其实甜不辣的话，它本来就算是一个熟的东西，嗯，对，所以它其实不用烤太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那个可以吃，这个可以吃哦。哦，那我们来尝尝看。那你看它这样子有没有金黄色这样颜色就可以。啊，如果你喜欢金黄色，你喜欢它再酥一点的感觉，就是在更金黄色，你就可以让它再烤久一点点。哎，好吃。但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了。好好吃，好 Q 弹，嗯，而且好甜哦，这好甜，哦，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我们就是找了音乐，找音乐，音乐呀，我们就找了音乐，嗨起来，嗨起来，好吃，好吃，我来喂死你啊，啊。这一块有人要吗？留言，留言抽奖，留言抽奖，这个要放到什么时候？我们现在要进入最后烤肉的话，就一定要吃棉花糖或者是麻吉。哦，麻吉，对对，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麻吉，我们就烤棉花糖。花糖是不是要这个竹签？对，你把它拿起来，我昨天还特别买了这个竹签。我会建议比较戳上面一点点，就是让竹签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等下棉花糖烤一烤的时候，它太软。哦，它会膨胀。啊，如果你不知道插到哪里了，它的那颗就会掉下去。哎，那棉花糖的话，你要隔一点点的距离，这样。然后你不能放下去，因为它等下会粘在网子上面。哦，对，所以这样拿着，所以才需要竹签。是不是？你看我昨天多聪明，还记得买竹签。然后棉花糖呢，你就可以这样子转，用这样转的方式，它的那个表面啊，让它烤有一点酥酥的，这样就可以了。但你看我的已经有点软勾勾的感觉，对，其实这样就可以，很软了，有没有？有没有很软了？我搓一下，哎，真的，外表是酥酥的，然后里面是 QQ 软软的。我来看一下我的有没有酥酥的，哎，我的已经酥酥的了耶，其实我这样也可以耶，哎，我要吃。而且你还直接喷出来，嗯，好好吃哦，爆浆哎，好好吃，你在干吸耶，嗯，好酷，我好像干吸在嘴巴了。今天非常谢谢你看我们认真的最美，还在烤，还在烤，还在烤，好吗？甚至还有帮你擦汗，帮你擦汗，真的非常谢谢星辰跟我一起过中秋节。的肉给我们吃，然后还有教大家就是烤肉的撇步，重点是因为有美女的相陪，所以觉得更开心。还有比基尼，很棒哎！一下开放报名，哎，希望大家今年的中秋也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烤肉。那如果喜欢星辰的频道，也要去追踪星辰的频道哦。星辰要去哪？没错，中秋节快乐！又是中秋凉月时，成功了！等一下，这样是不是就 NG 了？这个放花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珍奶频道。看我这身的穿着。